Welcome to Turkey.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来到这边的第二天了，现在在 hotel 的楼下准备要去吃早餐，行李全部都收好了啦，吃早餐。现在好像火腿蟹肉切一大堆蔬菜，鸡蛋好像什么呀？嗯，豆浆。你是 scrambled 呀？飞机餐是 scrambled 呀？哈哈，对，没大肠，还有那个意粉应该是，对，还有面包。哦，那是昨天买的那种面包，这边全部都有。这个就是拿的早餐了、啊。现在呢，早上就来到了这个蓝色的教堂。在排队旁边有一个卖面包的，买一个纽德拉的。好像冰厨拿出来一样啊，然后还有一点硬。好像好喝啊，好像就是牛德拉味。牛德拉，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的啊。烧加工，烧加工，还有那个，妈呀，那个手机啊。到了这个教堂的里面，有牛鸡羊饭，到酒店喽，放了行李箱，直接去吃晚餐。甜品、水果，刚刚还有面包，这边是谁的区？
哎，这个我们也是有这个 CP 的炸鸡，还有卖橄榄，还有 cheese， 还有 50% discount。这边 cheese 跟牛油的种类真的是很多啊，这边一拉都是 cheese。蹦这边蹦什么卖什么很香一下，也是有看到有面包，啊大肠肉的牛肉。McDonald's， 看一下它的 menu 有什么 ，Big Mac， Double Cheeseburger， 也是 normal， 不过试看它的。哎，它有那个泵是什么呀？七号泵是什么呀 ？Double Double Burger， 土耳其的 McDonald's， 总共花了140块抵达，叫了一个 burger， 然后叫一个 caramel topping， 这个是不懂啊，它就是一只一只这样啊，应该是饼还是像面包这样的东西。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它的纸袋，土耳其字，多纳啊，这边，然后还有这个 Coca-Cola No Ice， 然后一个是它给的酱，这个是 Caramel， 然后还有这个是 Ketchup。他们好像不吃辣椒酱了，这边啊，一个 straw， 还有一个 tissue， 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，可以一个薯条，薯条也是 OK 烧的，但是看到好像比较黄一点，啊，还有这个就是刚刚我讲加的那样东西。就是一条条，应该是好像那个什么安迪什么的那个面包。啊，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Double Double Burger， 这样子，好像还蛮大个哈，不是？他讲里面好像是鸡肉，两片鸡肉。啊，这看起来应该不会差的，美多呢？这个 burger 呢，它就那个肉很像那个 Mexican， 不过它薄一点，它有两片的，